晴天阴天或下雨，不用上班也得早起，把孩子叫醒送到学校去，不考第一也希望不要垫底。是嘿是哟，怎么样看到老师你要说还能好些哟，不管床前明月光还是要疑是地上霜，你就是父母心中的 number one。 消失了了大卫的家，至理名言是安慰人的话，作业要用心，才艺要出众，学我吧，配合样样精通，玩耍赖床连作业占据，学习时间表像密室窒息，童年什么样子我们渐渐忘记，不放过孩子也为难自己。嘿呦